祈祷万物全能的天父圣父，收了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上主，你圣子的降生，成人是人类得救的开始。求你悦纳我们献上的灵饮，使我们借着感恩圣祭，准备我们的心灵，庆祝圣诞夜的奥迹，我们得救的根源。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愿主与你们同在。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因为你荣耀的星光借着圣子降生的奥迹，照亮了我们的心目，使我们在他身上认识降生可见的天主和向慕那不可见的美善。因此我们随从天使、众人天使以及天上诸圣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
都在爱的中日趋完善。修炼学院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怜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怜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以天主之母童真荣夫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洛瑟诸圣中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灵共享永生，并使我们见证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天的主，一切从你而来，借着基督，一切从基督在基督内，你的和神圣公归于你，直到永远。
大家祈祷。全能的天主，我们已领受了永远得救的上主，我们以你为一圣子的圣体圣血为饮食，求你使我们再度庆祝他的诞辰，以获得新生与力量。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有同学报道，好，师父再次恭祝大家圣诞快乐，有一个平安的夜晚。好，大家请坐。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门。弥撒礼成，你们去传福音吧。阿门。